是 Aiden。现在澳洲这个疫情呢，虽然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，但是很多禁令还是没有解除，所以呢，大家都还是尽量不要出门。然后就像我这种工作人啊，就必须得 work from home。当然，这个 work from home 就提供了很多便利和好处，那就是人不是上网可以去剁手啊。就像这台咖啡机 ，DeLonghi 的咖啡机，我就是很快的剁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原价的时候要卖400多刀啊，心心念念，我就是一直想买，就一直舍不得买。后来它就打折了，变成多少呢？199刀。现在不剁手，更待何时？赶紧剁！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激动，我等了2个多礼拜，然后才收到它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！它是多让我买的开心，花的高兴，哎，不容易啊！我也开个箱。反正我今天是头发也没弄，什么都没弄，就戴个帽子，眼镜没戴，就戴一个这样的镜子。好了，现在来看一下箱。其实它没有很重，我本来以为它会很重，但它真的是没有。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些什么东西，我不晓得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但是我尽量看一下这里面有些什么。好了，我这边就比较暴力了，这个泡沫就开一开，哎，好像反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待会再看这个是什么啊？然后这两个 cup， 应该是就是一个杯子，两个杯子 ，one cup two cup 的咖啡粉。我们家狗出来了，跳。然后这是泡沫，猜一猜哦。他送了一个那种应该是压那个咖啡粉的，但它是一个塑料的。我买了一个铁的，是 KitchenAid 的。我跟你说，那个 KitchenAid 更搞笑，那个原价190多刀，然后现在打折才41刀，而且不单只有一个这个，他还送了一些别的东西。收到之后我给大家看，太划算，我多激动，我真适合做直播，直播。啊，这个就是那个装咖啡粉，大家可以打给大家看，还挺有分量的。然后这个是塑料的，但是它是，它外面是一层塑料，然后它有磨砂质感，然后它是铁的。好吧，这个咖啡机拆完之后呢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大家可以看到啦。DeLonghi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牌子。但有人说，哎呦，它没有另外一个牌子好 ，whatever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它有跟那个 Espresso， 就是你们知道那个 George Clooney 打广告那个，其实他有帮他们家出很多咖啡机，所以他的牌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而且对得起这个199刀的价格，差就差了 ，whatever， 千万不要跟钱过不去。好了，我太激动了。然后这个牌子还没有拆，然后它这个呢上面就是它可以拆开，因为你有时候放小的那个 espresso 的 the cup 的话，好抬下眼睛 ，espresso 的 cup 就比较小的，你可以直接放上面。如果你是大的那种马克杯，你就可以直接放下面。然后这个下面是可以把它拆开来清洗的，那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，但是旁边这个封胶我就暂时不拆了。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啦，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卡上去，然后呢往这边一掰一拧。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上面有这个一个 cup， 两个 cup， 然后这个是做那个牛奶的，就是可以打牛奶打泡。它你看这上面有两个，一个是 foam， 一个什么 hot milk。如果大家在国内看到有这个牌子在打折的话，真的是可以买一买，考虑一下啊。请抛弃另外一个牌子，因为那个牌子太贵了，而且它真的也是差不多。大家在家做咖啡，其实就图一个乐趣，好吧？所以呢。也不是真的是很希望它好吧，这个是可以拆下来，这个是水箱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激动的心情，还有这个物超所值的机器。所以大家要是喜欢的话，如果在国内有看到这样的机器，然后同时它又在打折的话，赶紧剁手，千万一定要剁手，好不好？真的是要剁手，剁手就是剁手，而且这样子物超所值，而且用一年它也不会坏，用2年你就赚了，用3年你就是赚大了。3年之后再换新的吧，3年之后它肯定会再出新的，到时候你就再花贵一点钱再买一个别的咯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咯，这里是 Aiden About Aussie， 哎，宅在家真的是要宅出腰了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Lying in the sun.